太冷了，这个大雪怎么出现的？就是华人呢，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年那个火车从这个犹太人的那个集中区开到这个西藏帝国的时候，那么是分为两波了。第一波是裸的更长的，是一会儿回到工作室；第二波呢，就是有劳动体力的去那边干体力活，义务劳动。所谓的老弱病残那些人呢，受到东西之后呢，这个过程是非常工序化啊。你看郎咸平讲这个，所谓德国人的工匠精神，那真是体现出来那个一步一步，那真是一丝不苟。首先，先换衣服，你得先去洗澡啊。他告诉你是洗澡，其实不是洗澡，但是你洗澡之前你要把衣服脱掉。质量好的啊，包括行李啊、鞋什么的，统统打包运回到国内，支援国内的贫困人群。然后第二步就是洗澡了。洗澡之后呢，本来最开始的枪杀呀是用手枪，但是手枪太费劲，生产一粒子弹不容易啊，所以纳粹呢后来就发明了这个叫毒气啊，非常高效的一种毒气。希特勒最终自杀的时候也是用那种毒气，氰化钾。那么在毒气室里的时候呢，是一堆人挤在一个密闭容器当中。很多人当时的犹太人我估计也挺纳闷的，怎么这么多人一起洗澡呢？其实是为了节省空间，然后同时提高这个杀人的效率。因为毒气呢它有一定浓度，所以这个大的这种空间里挤出更多的人，然后统一杀死。那么人死了之后呢，请他们形容那个在毒气室当中门一开，那个人堆得像山一样，非常的这个壮观，白骨类不是白骨，尸体类的，那很多人都麻木了。然后呢，这个压制，这就是德国人最崇拜的地方，现在变成了内压缩。那么最牛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三个人啊，这个在这边晃一晃。首先第一点呢，是他要检查这个尸体啊身上有没有什么金银首饰的。那有人说，那你金银首饰之前洗澡之前不就已经这个处理了吗？他们都已经脱衣服了吗？但是有一部分金银首饰是脱不掉的，比如说这个牙齿啊，金牙、铜牙，这些东西，说实话，你要是这个弄集中起来那不少啊，你说那一没多少颗，但是你想想那几百万人的那个金牙加一起，那就不少黄金呐，对不对？然后你再加上这些人细皮嫩肉的，有一些有纹身的，那个纹身也要割下来呀。你说你纹身要它干嘛呢？做沙发、做手套、做灯罩啊，因为他那个纹身纹得很漂亮的时候呢，要把这块皮肤给它切下来啊，做成那个手套。然后呢，人这还没完事儿，人身上有脂肪啊，脂肪是很重要的生产工业原料啊，可以用它来生产香皂，所以那个脂肪呢也要被抽取出来做成香皂。那其他的东西，头发也很重要啊，很多人进来的时候头发就被剃光了，剃光之后像我这种啊没有头发，剃光之后呢，他会把这个头发呢进行一些处理之后呢，用来做一些工业处理品啊，比如说一些纺织品，或者说用它来处理一些油脂啊，都非常的高效。然后呢，剩下这些尸体呢，大家以为它没有用了吗？其实尸体也很有用。尸体呢要被火化掉，火化掉之后呢，会把它这个用来当做化肥啊。所以这个人呢，说实话，一无所有的来，一无所有的去，你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利用了。我就很佩服德国人这个工匠精神啊，一步一步一丝不苟啊，所以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呢就屠杀了600万人。我相信呢，如果再给希特勒一定的时间呢，他一定会研制出来更高效、更快捷、更简单的杀人方法啊。好，我们现在在这里面逛一逛。